有个没有人愿意执行的任务，轻则搞得满身恶臭，重则随时会葬身山林。一位曾经挑战百越，把性命交给山林的人，却将自己的下半身奉献给玉山上的厕所。净土之恩，黑熊001，4月15号周日上午11:30，感恩故事集就在公视频道。